什么是至善？老子说，上善若水。什么是至善？王阳明言，至善者，明德，亲民知己者也。1912年，第一批留欧美预校生从这里启程。1925年，李大钊来辩，为河南大学师生做演讲。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，人道的警钟响了，自由的曙光现了。试看，将来的寰宇，必是赤旗的世界。1935年，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。1944年，创作《白毛女》。什么是至善？是不满现状，突破自我；是创造美，追求美，到达美。是不断探寻真理，又践行真理。拉近历史与未来的距离，是发现、探索、创造那些充满未知的事。向内心处找寻，向高远处凝望。什么是至善？是构筑从平常到极致的路径。是如水一般，处世不争。什么是至善？是向往、追求、到达。是学习，成为那些熠熠生辉的人；是一所大学的坚守，也是一代代人的坚守。什么是至善？期待你们一起来阐释。